好，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 V20， 我们最新款的产品 V20， 这是我们的手持焊枪 ，V20 的手持焊枪，是 V20 的显示屏、开关电源、报警信号灯、耗线，以及我们的 V20 的驱动控制盒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V20 的控制系统、接口及定义。首先，这是我们的按钮开关接口，导通安全电线夹接口，我们套线是 DB15 接口，七寸频接口，这是我们激光器解密的接口，这是我们15伏电源输入的接口，这是我们24伏输入的接口，这是我们控制机的接口，这两个大的是我们激光器的输入接口，这个小的是我们 GASL 是我们气阀的接口，这个四拼的端子是我们的冷水机和激光器报警的信号接口，最后一个是我们报警信号灯的接口。好，接下来我教大家接我们的 V20 的安装线。首先，这边是我们的 DB15 针的套线接头，它还附带一个按钮开关，把螺丝给它锁上。啊，这是我们的15针的按钮开关，再过来是我们的导通信号夹子和我们的七寸频。然后我们这边反过来，这边是我们的接线，这边送司机的，这边是激光器的，这个是气阀的，这边短接的这个是水路的，这是我们的冷水机和激光器的报警信号，最后还有一个我们的报警信号灯，给它接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接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我们的板卡给它通上15伏的电源，和给它通上24伏的电源，然后咱们给它通电。这就是我们 V20 的报警信号系统，这就是我们 V20 的主界面操作。